誠信破產頂，大話連篇頂，人民公敵頂，趨炎附勢頂，救平機救平機，殺頂頂殺頂頂。咁實際上咧，就我都好希望我哋，如果作為我哋基會嘅委員咧，應該都係同我哋基會嘅立場一致。我哋嘅立場就係話，係應該咧為我哋嘅有性小眾啦，即係統稱性小眾咧，佢哋嗰個基本嘅權益咧，就要立法保障。我再三強調，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，絕對不等於歧視不同性傾向嘅人士，因為咧婚姻咧，唔單單只係一個權利，亦都同時間係一個社會制度。所以我哋講話，當我哋俾婚姻個人嘅權利賦予咗咧，我哋同時間都要諗，就係咁樣會對個社會嘅制度會帶來咩嘅影響。